好，来看一下哈，慢慢来，没有关系。哦，好贴。心部，你要两点写完再写一竖，或者是一点一竖一横，都是可以的。哦，那因为它这个不是折。好，这个值啊，好，我觉得它这个值哈超漂亮的，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呢、啊，就是说，就说哈，这一竖跟中间这个有没有，好像两个是谈恋爱，哦，它就第二个是什么字啊？这个吝，吝啬的吝，吝，对，吝啬的吝，哦，所以呢，它戈呢跟中间那一个部首两个贴在一起，哦，好，来看一下左边那一个，哦，我这样写，好，哦，一二三，贴，好，这个我现在已经很短了，好，哦。